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桃花血泪，崇祯十七年四月，福王朱由崧得到奉阳总督马士英和江北四镇将领的支持，在南京登位，成为南明弘光帝。以史可法、钱谦益等人为首的南京和江南官绅士大夫，虽然对弘光帝朱由崧的品德有所不满，但是碍于朱由崧得到军队支持，不得不服从现实，同马士英以及江北四镇合作，赞成拥立朱由崧。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继位之后，本来应该立刻重新建立明朝中央政府的威信，稳定军心民心。但是弘光帝和他的亲信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人急于排挤异己，弘光帝登位未够一个月，以江北军情紧急为名，将南京官绅士大夫的领袖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调去镇守扬州。南京弘光朝廷被马士英、阮大铖操纵。正当南京弘光朝廷执政者争权夺势的时候，秦淮河畔的妓院魅香楼，有一位年方十六的艺妓李香君结识了一位风流潇洒的名士侯方域。侯公子是河南商丘人，父亲侯孙是北京户部尚书。侯公子因为家乡受流寇侵扰，所以去到南京读书等候考试。在朋友夏允儿、杨有龙等人带引之下，流连秦淮妓院。侯公子又来，香君姑娘又来。侯兄，美色当前，乜你一味喺度傻咗咁啊？嚟嚟嚟嚟，香君，系快啲好好侍候侯公子。哦，知道啦，杨老爷。嗯，侯公子，听闻话你系服舍中人噃，系吗？哦，姑娘。你对士林的情况似乎都相当留意噃，我只是略知一二啫。侯兄，香君姑娘佢虽然只是二八年华，但是结交往还的都是名士红儒，佢对于当今士林的情况可以话了如指掌噶。杨老爷过奖啦，二十年前无锡东林书院的诸位君子。为民请命，同阉党对抗。后来虽然被逆阉陷害而死，但是他们的忠肝义胆早已受万民敬重。东林诸君子的门生子弟恢复前人位置，组成服舍。我李香君虽然是风月中人，亦都存有阴敬之心。嗯，讲得好，讲得好啊！侯公子的尊翁侯尚书是东林高公和故宫的支教，他为官清正，侯公子幼成庭分，才学品德都出类拔萃的。钦佩钦佩。过奖过奖了，可惜家父在京城。侯公子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尚书大人一定平安无事的。
侯公子，听见话最近你做了未香楼的常客噃，你对香君姑娘，香君的确是善解人意的可人儿。啊，唉，佢流落风尘，真系楚楚可怜。哦，唔通侯兄你又已成为香君的恩客？可惜，可惜你妈妈杀价太高。哦，杀价几多啊？非万两不可。万两？系啦。啊，以令尊的名望，以侯兄你的人才，筹措万两白银，亦都并非难事啊。杨兄，你有办法吗？嗯，侯兄，你静候佳音啦。香君，呢首诗系我为你而写嘅，你睇下。嗯，卓若小天仙，生来十六年，玉山半风雪，瑶池一枝莲。万远香楼下，春宵月半眠。临行娇无语，阿母在旁边。香君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是瑶池天仙。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我侯方域能够得到你这位红颜知己，此生无憾。但愿我们能够长相厮守。香君，这块琥珀扇嘴是我侯家的全家之宝，我送了给你，当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公子，我同你绑住佢喺呢把白绫团线下面，以后日直喺你身边陪住你。我一定永远带喺身边嘅。我哋今日能够相聚，全靠杨兄佢居中成全咋。杨兄系咪杨龙友啊？系，佢借一万两白银俾我嚟疏通你妈妈嘅咋。系咩？咁就奇啦。杨龙友家境并不宽裕，佢何来万两白银借俾公子你呢？哦，系噃。听见话，杨老爷近来时不时同阮大成来往。阮大成？唔通新天子喺南京登位，马士英又奉杨领兵入朝执掌朝政。听见话，阮大成居中策划，佢一定系想物色人才为佢效力啦。但是阮大成是阉党如业，我怎会为他做事呢？公子能够洁身自爱就最好不过了。侯公子，听闻话你近来在温柔乡之中快活不知时日过、嗯、真是羡晒我阮大成啊。阮公你见笑了。才子佳人匹配成双，应该好应该。我阮大成总算做了件好事呢。阮、嗯、公，你的意思？侯兄，那一万两白银是阮公所借的。
真嘅？嗯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我阮某一向喜欢结交朋友，万两白银当系见面礼啫。侯兄，新天子决定起用阮公，官拜兵部侍郎，唔使几耐就会入阁拜相。我哋追随阮公，前程无可限量啊！以侯公子嘅文才，要高中下科状元，亦易如反掌。阮公，承蒙错爱，如今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关头，见老成乱占据京师，家父安危未卜，功名富贵未敢奢望啊！求阮公见谅。你为咩事唉声叹气啊？自从马士英、阮大成当权之后，不思进取，只懂得卖官鬻爵，无耻之徒纷纷向佢哋行贿献媚，朝政日非，实在令人担忧。如果史国宝留喺朝中，就唔会被奸人得势啦。史公出镇扬州系被奸人所逼，无可奈何啊！侯公子、小姐啊，咩事啊？出面锦衣卫到处捉人，话要肃清逆党啊！吓，锦衣卫捉人？系啊，外面啲人盛传有人假冒崇祯太子，由北方到咗南京，南京嘅官绅有人想拥立假太子同弘光皇帝作对啊，所以朝廷下令要拘捕奸党啊！有咁嘅事？系啊，公子一定系马士英、阮大成佢哋借故肃清异己，辐射嘅人必定名列逆党嘅。系，公子，你都系尽快离开南京，以免大祸临头啊！系，我要去扬州投奔史国宝，但系湘君你，我系一介女流，阮大成可以将我点啊？湘君，我离开之后，你万事小心。公子，呢把断线，我会时刻带喺身边。就好似同公子日直相对一样。湘君姑娘，侯方域都已经舍你而去，你仲喺度等佢为乜呢？杨老爷，唔关你事。啊，你都系花多啲心思巴结你嘅主子兵部尚书阮大成罢啦。哼，湘君姑娘，系你嘅李妈妈托我做媒替你物色一个好归宿噶。李妈妈佢御史田养。是马上过阮尚书身边的红人，他年少有为，前程无可限量。
田大人素养湘君姑娘你才貌相传，所以托我。杨龙友，你真系无耻啊！你妈妈已经收咗田大人嘅厚礼，田大人明日就派花轿嚟媚香楼接姑娘你过门噶啦。花轿到啦，杨老爷，侯公子虽然湖海漂泊，但系佢终有一日会翻嚟同我团聚嘅。我决定退还田大人嘅聘礼，无论如何我唔会改嫁嘅。吓、啊，咁点得噶？姑娘你唔上轿，媚香楼所有嘅人都难保噶。咁，春梅，快啲同小姐上楼更衣。系，小姐嚟啦。嗯，如果湘君唔肯上轿，叫我杨龙友点样向远公交代呢？唉，真系。乜搞成咁啊！哎呀，香君，香君啊，香君，香君，吓、啊！哎呀，仲有气啊，未死啊，未死啊！嚟嚟嚟嚟嚟，快啲抬佢入房，请大夫嚟救命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哎呀，搞到头破血流，何必呢？哎，真系，咦？地上边有一把百灵团扇。染咗斑斑血痕噃，系啊！呢、把扇系侯公子送俾小姐嘅定情信物嚟噶。啊！小姐佢抱住呢把扇跳楼殉情啊！哎呀，痴情真系痴情，好好一把扇染咗血痕，未免可惜啦、啊！啊！我可以喺把扇上边画一幅画。将血痕改画成桃花，等痴心人嘅血泪化作花纹。你的伤势好翻啲未啊？嗯，红颜薄命，阮大人何必怜悯啊？湘君，你对侯公子一片痴心，我阮某十分明白。对湘君你无礼，令你受惊，并非我嘅主意啊。咁，阮大人，你驾临媚香楼，咁问有何赐教呢？湘君。你向来擅长唱曲，再系日前编撰咗一套戏曲，叫做《燕子毡》，准备呈现圣上御前噶。阮尚书，你身为朝廷大臣，不顾国计民生，只知讨君上欢心。讲得好，讲得好。只不过圣上日理万机，总需要享乐下噶。嗱，如果湘君你应承入宫献唱，咁侯公子嘅事、朝廷可以免闻。你要我入宫献唱？嗯，
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但系点都好过喺秦淮河畔任人欺凌啊！好啦，阮大人，嗯，如果你准我写一封信送去扬州，我就答应大人入宫献唱啦。好，咁你写啦。仲兴，你睇家书睇到入晒神，府上平安啊嘛！多谢史大人关怀，呢封信系由南京寄嚟嘅。南京系乡军嘅信。哦，老贼阮大成逼乡军入宫，喺御前献唱。乡军佢写咗呢封信，向我表明心迹。佢话。远望江北神飞左右，未才素子若有千言，及忽红枝景无一字，回转又长串串玉节，富寄素善香囊，并玉缺金田各一，唉，桃花艳腾，血痕起化胭脂，豆蔻香消，手袭上含难舍，妾之心志固如玉阙，未卜公子之志，能此金田否也？香君，你真系命妇，我一定唔会辜负你。生逢乱世，伤感嘅事实在太多，未知几时天下太平，家家欢聚。中华五千年之桃花血泪，是由郑子成、杨丽仙、陈炳求、温泉、蔡嘉怡、钟伟明、林有荣、钟杰良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